扑街扑很大，倒栽葱进马桶。扑街摄影再怎么玩，背景都是马路和楼梯，玩到没创意了，一群搞怪分子开始挑战极限，吸地扑马桶。有没有这么激烈啊？把自己当通乐吗？虽然很恶，但共襄盛举的人越来越多，Facebook 上都有专业了，这种扑马桶兼洗头洗脸洗嘴巴的游戏，看你有没有胆子玩咯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